这我想起来一件更奇怪的事情。30年前，村里接到报案，说在仪容山的悬崖上面，有两个人和一个女的在厮打。然后呢？然后听说是把这个女的推到悬崖下边。那不就成一桩杀人案了吗？是啊，接到报案，我带着陈解放一块到了现场。走，上！上！哎，这是什么血啊？这动物的还是人的呀？看不太出来啊。你看那边，是动物血还是人血？肯定是人血。那人呢？怪就怪在这儿了。我郑解放只好带着两块石头回到了分局，把他交到了法医处。那照您这么说，这不又是一桩无头的血案了吗？是啊。爸，那当年那两块带血的石头现在还能找着吗？作为刑案的证物，一般是不会丢失的。行，那我去法医科问问。好吧。嗯，那你得吃完饭再去啊。不吃了，先去啊。那好。好球，来吧，咱今儿飞这么远。过来就是为了打场球啊，散散心。你看这儿的天气多好，跟咱这儿一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呀。是，可我觉得您有心事儿。你记不记得我老跟你提起，我做梦要害我的那个女人？知道啊，那不就是个梦吗？难道还真有这么一个人？你说错了，在昨天的剪彩仪式上，我看见了这个人。不会吧？您说梦里那女人？对，虽然说衰老了很多，但是还是被我一眼认出来。这还真有这么一个人。哎呀，我年轻的时候也做了不少错事，也欠下了不少虐债。这个女人跟过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后来又背叛了我。为了保住咱们家，保住我那刚刚有点起色的事业，我必须得除掉她。爸，我能理解。你想到这么多年他又出现了，哎，你说也是哈，幸亏昨天咱们在那儿你认出他了，要不然不知道后面要闹出什么事儿了。你老婆云兰花至今下落不明，可这个死了多少年的人却冒了出来，这件事情弄得我心情很不安顿。这事儿挺难办的。难也不难，那就看要到什么地步。也是，到了关键的时候，难不难都得扛着。你给我记住，到了必须下决心解决难题的时候，一定要去窑洞静坐3天2夜。3天2夜？对，3天2夜是为了思前想后，剩下最后一夜，那就是行动了。哎，平安那有消息吗？还在里面待着，没供出咱们什么事儿来。是谁让平安去找安姐？没谁让他去找。不是你让他去的？我没有。
平安他就是跟我说，他认识那个刑警赵明德，而且知道赵明德去过秦武陵，他就是想利用一下安杰去吓唬他一下。为什么要吓？赵明德以前不是抓过他好几次吗？哎呀，自作自受，不去管他了。哎，对了，那个姓赵的去秦武陵干什么？那总归是想调查咱们的事儿呗。乔六知道这件事吗？他不知道，一天到晚就在市里赌他那几个臭钱，都说过多少次了。哎，我那球在那儿呢。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啊！哎呀，我最近出差了。我是上次没见到你呢，刚回来啊。走走走，来，里边请，里边请。来，这边请。好好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哦，我呀，哎，昨天。哦，昨天刚回来，我就说呢，昨天才。赵警官，你来看我。有烟没？给一根。烟已犯了。哎呀，小平安，又见面了。你不是身体不好吗？吸烟有害健康，为了你的健康，啊，算了吧。你看，你把我都弄残了，你还能坐在这儿？我真服你，小平安。就像你这种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人，我也服你。行了，咱别废话了啊。赵警官，我知道你挺忙，你不会轻易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想问我？说对了，我找你是我的工作。我问问您，肖老奎一直搞古建，多少年了？十来年了。可是我知道他不懂建筑，他怎么敢揽活呢？这你还能不明白？花钱雇工程师啊，汤工，工程都是他全权负责。行，那你就跟我说说肖老奎吧。你又打他的主意了。我劝你死了这条心，你动不了他。只要他有问题，
我老赵要拿的人没有拿不下的，没说。你拿我行，你拿他试试，他打个电话就能给你牵扯回来，你信不信？哼，你把他说的跟神仙似的。不信你就试试呗。他不就是个搞古建的经理，哪来那么大神通呢？他有钱，这年头有钱啥官儿交不下。明白了，就是说他交的官儿比我大。那当然。那什么官儿啊？区里的？市里的？那我不能告诉你。也是，你说像你这种人，人交些什么官儿跟你说干嘛？那倒也是。不过我还是说这句话，你真要跟肖老奎较真儿，肯定赢不了。哎，这事儿我还真不信，我想试试。就你这双眼睛，让我们这么多人都栽了，我巴不得你也栽了。我明白了，就是说，别说你不知道，就算是你知道，你也不可能告诉我。我掉到你手里，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你还能不知道我？哪回我撂过别人的事儿？行了，你也不用在我这儿充英雄好汉啊！就像你这样三天不进来，五天早早进来的主，谁有事敢告诉你？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叫管教。报告管教。别再把他手弄坏了啊！赵队，你觉得他躺着有价值吗？我觉得有啊。我在想哈，你看这个肖老奎从造反的时候就开始盗窃文物，后来又走私文物。据圈里面讲呢，他干得挺大，而且从来没出事儿。你看那么多人进去了，他还是没事儿。又搞了古建，真是挣了大钱。这小子嘴还是不牢，他就是想吹嘘自己。我了解他，他说的也对。肖老奎这些年不犯事儿，是得有靠山，还得是硬货，要不然挺不住。没错。你觉得他还能说些什么有用的吗？我觉得具体的事情他应该不知道，但是应该有一些耳闻吧。那我回头再试试。好，我跟你说，他这种人啊，就得贬他，往臭里贬他，说他什么也不是，然后谁有什么事儿都不告诉他。他说：“哎，不，我知道。”这就行了。那行，回头我再按照你说的单独找他再谈谈。好，好，好。那行，我有事先走，回头咱们打电话。好的，好，走，走，走。坐坐坐。你也到千武营去过了吧？啊，对。你也看到肖老奎父子提前离开了吧？他们走的时候非常匆忙。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听见肖老奎啊嘴里嘟嘟囔囔的，说什么他怎么来了？这个他是指谁呀？哟，这我不知道。唐哥，有一件事情啊，我一直在想。你说跟着肖老奎的那么多人都进去了，而只有这个肖老奎，几十年了平安无事。你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呢？我估计啊，他在你们内部啊高层有人呢。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这个人是谁呢？这就不清楚了。我倒是想起来一件事啊，前年有一个什么风暴，严打风暴。对，严打风暴。在这个行动之前啊，他显然是听到风声了。他那天晚上找过我，给了我一个工程，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对，那次打击挺严厉的，很多人都进去了。可是隔了几个月啊，他爷俩都回来了。
啥事儿都没有。肖老奎肯定是花了重金买通的关系。我倒是想起一件事儿，他在神木啊，有两个中兴煤矿。有一次我去找他的时候，在门口我听见他在打电话，把煤矿的股份说是分给谁。他看见我进门的时候，话没说完就把电话割了。他这个神木煤矿有人参股吗？按理来说，有人参股也是很正常的，可是他可为什么没有透露呢？你是怀疑参股的人？说不上怀疑，就是觉得正当参股的他也没必要这么神秘啊。啊，参股能挣到大钱，不显山不露水，这是个好办法。啊，唐工，你们先走。好吧，好，哎，是我，老赵。啊，郝刚，你现在说话方便吗？方便，就我一个人在屋里头。嗯，这样，郝刚，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我现在就相信你。你好。好，好，谢谢啊。来来来，不客气。来来来，干嘛呀？啊，我都没等你，我饿了，我早上没吃饭。怎么想起请客来了？我就是为了呀。想让你陪我吃个饭，你早说，我中午我就不吃了，我是刚吃饱。哎，再吃点，我都给你点好了。我喝点东西吧，吃不下了。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我先吃两口，饿了。好，你先吃。哎呀，这地儿还不错哈，我还是头一回来的。我今天找你，真有个事儿。嗯，说。来吧，一茶带酒不犯纪律。干嘛呀？喝酒啊？有机会叫上张毅，咱们一块儿去我们家。我觉得咱仨这种性格啊，肯定能喝到一块儿去。那事儿我还没感谢你。嗯，千万别再提那事儿了，都过去多长时间了？嗯，怎么了？到底你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你跟我直说。我一直怀疑肖老奎有问题。嗯，凭着我当刑警的直觉，肖老奎一定是个大鱼。对，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说句老实话，从我侦查肖老奎到部下耳目，我没有跟任何领导汇报过。为什么呀？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不相信任何领导。哦，我虽然不是干刑警的，但是我觉得你这种做法有问题。你要这么干的话，不就等于是光杆司令了吗？我不是个光杆司令，我是单兵作战，不符合工作原则。所以啊，我把你找来了。嗯，就我又不是干刑警，你找我干嘛？但是你想想，嗯，如果我怀疑的是分局的领导，我该向谁汇报？哎，你怎么能怀疑分局领导呢？为什么不可以？我要是有根据，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呀，所以你是督察。我找你不对吗？不，你找我是对的。不过我不能跟你似的，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跟着你一块儿去单兵作战去啊！我想到了你会这么做。嗯。但是我提醒你，汇报的时候慎重一点，别撞到枪口上。好，那我帮你出个主意，咱们根据你手头掌握的情况呢。排一排，筛一筛，你不能怀疑所有领导都是坏人吧？好，但是
要过几个条件。请进。程叔。哟，林子。我有个事儿找您。什么事儿？这事儿都好久了，不知道您还记不记着。哎呦，我这个人记性好着呢，谁要借我的钱我都记得。您刚到李园的时候，我爸领您上欠场，据说您还下到了悬崖下边，而且还捡着两块带血的石头。是啊，怎么了？我想找那两块石头。坐坐坐。哎呀，这法医科的人都换了好几茬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呢。那我去问问法医科的人。哎，别着急，坐一会儿，坐一会儿。怎么了，林子？我听说你跟陶猛掰了。行，没什么啊，咱拿得起放得下，有机会再找一个。不管过几个条件，咱们先从程书记开始，好吧？好。那他是不是跟神木有关？神木？煤炭？这个我可以保证，他跟煤炭没关系。嗯，那么第二，是不是跟秦家堡派出所有关？哎呦，老赵，那你不能这么画呀。程书记在秦家堡派出所待了几十年了，但是我可以保证，他清似水，明如镜。你那么确定？以我性命担保，他值得信任。好，那我们往下筛。不，既然程书记值得我们信任，那我们就应该把他找过来一起商量，这样比较符合工作原则，您说呢？好，我给他打电话。你好，郝刚。好，我跟老赵在这个。夏诺，我们两个在夏诺咖啡馆呢，啊，我们想请您过来一下，有事跟您说。现在？麻烦您穿便装来。什么事儿神神叨叨的？很重要。行，我马上就过去。哎，郝刚找您。是。他最近怎么样了？法院都判他们离婚了。房子也判给他了，可是女方坚决不走，弄得他只能住在办公室了。那您先忙，我去找法医科的人。哎。妈，程书记。程书记。哎呀，我儿喜洋的来了啊！老赵请客。请客就这么点东西够吃吗？今天咱主要不是为了吃东西，是要给您汇报点情况。汇报什么情况？还得让我穿便衣，那么神神秘秘的。老赵啊，说他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号。问号？嗯。程书记，肖老奎背后有个保护伞，这也很正常啊。像他这样的人，总得找个靠山吧。那这个保护伞，要是咱们自己人呢？更得查。但是，要是在我，在您的上面呢？上头？不可能吧？我俩可是经过筛选之后才请进来的。嗯，那我得谢谢你们了，把我先筛了过来。过筛子呀，它有两个条件，第一呢是不能跟神木有关系。神木？煤矿？对。第二呢？是不能跟这个秦家堡派出所有关系。哟，那我可就筛不过来了。
我在秦家坡的年头可长了。但是郝刚给您打了保票，说您清如水，明如镜，这没说的。不，我是觉得有你在的话，我们下一步工作比较好进行。神木，方言就是神木人呐、啊，他的老家在那儿。还有张琪、政委，他的岳父岳母也在神木啊。这么看来，把神木作为一个焦点之一，有点不灵啊。但是这个萧平安说，我动不了萧老魁，说他能决定我的命运。这么大的口气，程书记，您是纪检书记，您能决定我的命运吗？不能。所以啊，就得往上头想。我是想呢，咱们怀疑上级的领导，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咱们必须得按照工作程序来办。嗯，郝刚说的对，咱们做事都得有个原则，讲纪律。说说你的想法。我想呢，纪检工作有一项原则，就是我们有越级报告的权利，因为老赵所提出的问题呢，可能涉及到分局的领导，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向市局的纪检领导汇报这些情况。这是个办法。我有点奇怪了，郝刚，怎么有一些事情弄来弄去，你都能变成主角呢？我来解释这个道理啊。郝刚呢，首先是啊，品质好；第二，方法多。我觉着不愧是大学校培养出来的好干部，我很信任他。越级向上级报告，这是个办法。你知道市局的纪检书记是谁吗？不知道。原来咱们省厅政治部的韩副主任，刚刚调到我们市局来当政委兼纪检书记。韩明波。你认识他？不认识。那好，咱们俩一块去谈。好。哎，罗章，你得一块去啊。第一手资料就是他的，他当然得一块去啊。哼，好。省厅发来紧急通知啊，据可靠情报，前一段时间流窜于西北地区的三个杀人抢劫团伙最近跑到了我们这个地区。省厅和市局要求我们在全市各派出所展开一场空前规模的摸排和清查。清查的重点是那个洗浴旅店和娱乐场所。哎，大家注意啊，凡是能够藏污纳垢的地方都要清查，特别是城郊结合部的出租屋、工棚更要仔细清查。这几个罪犯是从东北流窜过来的，多次遭受公安机关的打击，报复心理强，气焰也极为嚣张，也极其凶残。我命令特警队、刑警队紧急待命。各派出所一定要注意啊，在清查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现了犯罪分子，不要轻举妄动，马上通知我们，
我们会立即通知特警和刑警布网，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这次行动是全市的统一行动，目的就是为了不让犯罪分子有流窜的空间。但是任务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完成，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抓到犯罪分子为止。还有啊，这次行动分局决定派出督察检查各地的行动效果。杜玲到。李园那个地区应该是一个重点，前些日子我去过那儿，那里的农家乐搞得很热闹，到处是小旅馆小客栈，你们要一个一个的查，一个都不能放过。是。从今天晚上开始，为了搜寻这伙罪犯，全分局要统一行动，各个所的行动力度怎么样，我们要全程进行监督。如果发现，周伟啊，这样啊，我讲一下啊，这几个罪犯呢，穷凶极恶，在西边多次作案，这次流窜到我们这一带，应该说情报是很准确的。那么今天晚上行动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偷懒的？有没有雷声大雨点小的？你们要有监督。另外，等等啊，啊，另外方局指示，今天晚上所有的领导必须到第一线，你们要检查，看是不是有的领导瘸子大腿坐着喊，啊。这就是啊，张政委，那个我跟程书记这边，我们两个任务怎么安排？这样，解放、郝刚，你们俩各带一个人，留一个人在家里听电话，好吧？政委的指示很重要，我们一定要一丝不苟的执行。好，那先这样。那大家赶紧回去准备吧，咱们马上就出发。是是。他刚才为什么两个电话都不接？是啊，以前不这样。会不会是因为咱们在，他说话不方便？看来电话要的还挺急的，打了两个电话没接，后来又发了条短信。你不是说老赵那儿有这个吗？嗯，你跟他联系一下，看看对方刚才有什么动向。好。嘿，老赵。喂。啊，郝刚吗？啊，我赵明德。啊，是这样，我在外地执行任务呢。今天局里有什么行动吗？啊，全局统一行动，抓几个流窜作案的罪犯。啊，有人害怕了，以为又是什么风暴呢，给我打电话问。你猜打电话的是谁？我不知道啊。我们局的二号人物。真的？那看来跟我们怀疑的一样。行了，等我回来详细跟你说吧。好吧。我跟程书记在这等着你。好，嗯。怎么说？老赵太厉害了，他说是咱们局的二把手。那真是一个捡来的消息，这就证实了我们刚才的判断。好，等完成这次抓捕任务之后，我马上向韩书记汇报。嗯，今天晚上咱们俩也分个工。你负责西边的几个所，重点是秦家铺。李岩地区啊，现在成了一个旅游点了。这我知道。请进。哟，韩书记。韩书记，我分到你们这里督察今晚的行动。好，太好了。有件事情啊，正想向你汇报。哦，嗯。好吧，你跟韩书记说吧。好，来，坐下说。那个情况是这样。刚才啊，我们在布置今天晚上的任务，有人给张政委打了两个电话，他没接，后来啊又发了条短信，
我偷偷看了一眼，张政委回的是不是你，我就在想会不会是跟今天晚上的任务有关。刚才老赵把电话打过来了，证实了这个猜测。哦，两次电话不接又发短信。没错，不论什么事儿显然是比较着急。嗯，这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呢？这看来心里有鬼的人呢，一遇到风吹草动啊，他就会打个冷战。嗯，具体什么情况等老赵回来让他再给你汇报。嗯，好，我上次就说过，公安机关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对内部的害群之马丝毫不能大意啊。真要是个目标，那咱们的任务就更艰巨了。这仗一定得打下来，这是我们的职责。根据分局领导的指示，李源是这次清查的重点，两名治安警，一名治安员，大家开警车过去协助逃亡，两个人一组，清查的时候要高度警惕，注意安全，明白吗？明白。先去吧。李豹，到。让治安队的老唐派人在你们片区抓紧清查。好嘞，去吧。时间不早了，你们出发吧。嗯，我还要到市局向领导和省厅纪检委书记做专门的汇报，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好啊。你好，老乡。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哎，行，老乡，晚上注意点牛啊！啊，好。警察同志好。哎，你好。情况好，情况好。警官好。哎。哎，哎，老警察。哎，志刚。主任。哎呀，哎呀，哎呀，二位警官，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不用，主任，甭客气，吃过了。哎呀，陶警官。你每次来我这总是吃过饭才来，你就不能不吃饭来我这一趟一次的表我一点心意吗？真的不用客气，我们有纪律。哎呀，陶警官，到我这不吃饭是不是有什么公事啊？哎，小豪，主任看一下见过这几个人没有。这几个人好像晌午在我这吃过饭呢，你能确定？看仔细了。哎，等下，等下，哎，媳妇儿，哎，来了来了，哦，来了，麻烦你一下。嗯，哎，这几个人晌午在咱们家吃过饭呢。行，晌午呀，我就看着这几个人不像好人，特别能喝酒。哎，喝了咱们家两箱酒吧。嗯，两箱了。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几点？几点钟？大概也是一两点。哦，差不多。离开以后往哪个方向去了？好像这边吧。说不清。晚饭来就吃了吗？没有。那以后你再见他们，能认出来吗？能。没错，没错，能认出来。那麻烦你们见到他们以后，马上给我们打电话。行，啊，谢谢了。哎，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先走了。哎，好。啊，您慢走啊。行，麻烦你们。啊，好，再见啊。哎，唐警官，没事过来喝两盅啊。方局，唐某报告，三名罪犯中午在李园吃饭。看准了吗？很多人都看见他们了。他们现在住在哪儿？他们好像是路过李园。明白。方局再见，请进。怎么是你们？苏所长，我们接到分局的命令，对你这次抓捕行动的部署进行检查。苏所长，麻烦您带我们过去一下吧。好，我们走吧。嗯。把特警队和刑警队全部拉上去。行，我带他们过去。把一罗山所有的道路全部封锁，
我马上向市局汇报，请求支援。好。这玩意儿倒是破破呀，这个啊，什么玩意儿？这是，看看看看，这怎么回事？这是，赶紧整整，穿上行了，赶紧整整，弄哪去？哎，坏了，这边警车，干不干？干，真干！他妈的没人拦，抄家把枪最好，妈的想办法，干啥？吃这把，弄两支枪，啊，弄两支枪最好。我下去看一眼。